这不是传统相声。嗯，这当初我看了一个《民间笑话》，有这个，哎，然后那边添了几番，说今天的人弄弄，孩子都爱说我，咱俩说就不合适，是吗？岁数都大了，小孩就跟这闹，说咱俩必须得进，抱抱安然一起，干什么？啊，不像是吧？是语言的意思。嗯，好多人都说你这简单，一点都不简单，简单是真简单，但是弄好了不容易。相声演员没有好与坏之分，只有会与不会。哦，这么去啊？说这说相声说的呀，哪儿好哪儿不好，没这么复杂。嗯，就是哎，这是说相声。哦，这不是说相声，不会。高明点，这不会。嗯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想啊，各位，比如说你看京剧，常年坐着真刀真枪，台上当当当仨钟头，你昨儿票花的值了。怎么？让我照他那样来不了？哦，就没学识啊。看跳芭蕾舞的，仨钟头垫着脚尖儿跟这儿连吹带蹦，你来不了，这是不会。看武术打到肚子，咣叽咣叽往这儿跺刀，这也来不了，花钱。你说瞎话，你也会说话，你要花钱听我说话，就是没事。这得琢磨，这是高科技，这是高科技，这是高科技，语言艺术。每个人对幽默的理解和他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。嗯，说相声的老得琢磨这个，同样一句话，可能您听完了就笑，换一种方法您能笑。哦，啊，得人得于心，得于心，得人得于心，你打什么呀？不能光说这个。第二句饭就来了，他就不一样。我没事老得研究这个，包括谁跟谁说话，我们站边听着。哦，语言是有规律的。哦，你包括咱们说话，你说加一些虚字垫字啊，对，这有啊。您来了，挺好吧？请坐呀，喝水吧，都有虚字，老有虚字。你没有这个，你来，请坐，喝水，你好，带着温字来了，带声音啊。有的时候女孩说话也说要，我这有北京姑娘要，大妈你干嘛去？有，但是这个规律，这有什么规律？右字放在前面，啊，先右，搁到后边就完了，不行吗？干嘛干嘛去？呀，抬脚了是吧？语言里有很多的规律，包括咱俩，比如我走在街上啊，我看你于老师从路边一个小粉灯房子里出来，我倒是进得去，孙悦不就是举报？忙着碰见你了，啊，俩人一说话，啊，谦儿哥，啊，是我，啊，挺好的，很好，回家坐会儿去吧，谢谢您。你知道规律吗？什么规律？我的声音要高，啊，因为我是主动的发起人，哦，回答的时候声音要低，表示谦逊和客气，这反过来不成吗？哎，不像话，怎么？有谦儿哥，你好。你这是干嘛去？我出去转转，上家坐会儿。谢谢你，咬死了你这！不行，语言里有很多的学问，包括有古汉语、文言文、普通话、地方方言、俚语俗谚，包括老北京话，也包括现在那些个新语言，好多新语言过去也没有。新语言是什么事儿？包括北京城小孩们爱说的一些个家伙长里不短的口头语啊、俏皮话啊，这些东西，他有的时候你就觉得日常朋友聊天用不上，但是特别庄重的时候，一般新语言都用不上。你说一说，你看举个例子吧，打个比方，比如说今天是于老师结婚，哦，我办喜事，办喜事，我是司仪，主持人，好吧？可以啊。我就把我学来这些乱七八糟话都搁一块儿给你主持。这主持完咱俩就录。我觉得是应该笑你啊，各位嘉宾，哎，这挺好。各位铁瓷，哎，三老四少各老大，双方父母，爹地妈咪老豆，什么乱七八糟？今天是一好日子啊！今天一天结婚，这对。今晚上被人给累的什么呀？大伙儿多少我说，我就随便说说，随便砍虾米我叫我面，不行，大伙儿都纳闷儿，这哥们儿快五张了，才结婚呢，是手里没屁吗？钱其实不是，对，没拉着合适的蜜，什么乱七八糟，哪儿啊？没抱着合适的妞啊，这媳妇儿不来的，说我
媳妇儿，早先跟秀水练摊儿，调个袍子拉货，后来冻皮穿皮都去过。嚯，那天跟先生跟小子俩人撕逼起来了，打起来，娘们是人家老爷儿，这都什么呀？今儿打这过，三月里边俩大屁股，这孙子心菜，是啊，我们今儿结婚个好日子，大伙儿该吃吃，该喝喝啊，允许闹个房，但不许看毛片啊，这什么？你这不像话。对，这些语言我们经过发现提炼，放在舞台上可以作为表演的节目。哎，这就是说相声不是给懒人预备哦，没事多看书，多学习。在我们后台最爱学习的就是他。啊，我喜欢看书，没事念毛笔字啊，来签字的啊，宣纸撑开。行了行了，我又写来长名了。你知道我实在说这个，中国字跟外国字是有区别的。哦，中国字